好，欢迎收看《影响世界》，我是黄慧玲。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万华新富市场，挖掘出很多万华的文化记忆。台湾其实有很多需要被保存，但是却被闲置的老建筑。都市果核计划就特别找寻这些闲置空间，邀请艺术家进驻，不只是为了老建筑物注入新活水，也为台湾新一代的创意人才提供发展的平台。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中泰基金会的秘书长林怡珍，跟我们一起分享都市果核计划。怡珍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我们刚刚在影片里面看到那个是中山创意基地，它其实之前是烟酒公卖局的中山配销处。对，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基地，其实它之前从仓库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它的转变过程好不好？这个地方其实我自己觉得在台北非常特别。它在日据时期，这整块地它就是作为这个酒标的印刷工厂所使用，在日本人的时候他们设立印刷公司。对，所以它本来就是一个私人产业。是，那后来在这个国民政府之后的时期呢，整个烟酒变成一个公卖制度。对，所以这个地方它也顺理成章成为烟酒公卖局它的属地。嗯，然后在1970年的时候改建成为现在我们看得到的3层楼的钢筋水泥建筑。那它就是单纯作为中山区的这个配送仓库啊。它真的是酒的配送的仓库，是烟跟酒。对，所以等于是在中山区的零售商，他可能是要在这个地方进行这个配销的工作。对，单纯是作为一个仓库的使用。嗯，那在台北市其实应该我们还知道有其他这样子的空间，但是陆续收归国有之后可能有做其他的使用。嗯，那唯独这个地方呢，在这个公卖制度废止之后，大概它的占地比较广。对，那又位在中山跟林森这个比较精华的土地的地方。对，那我想说这个国产署可能是不太知道未来要怎么使用它，所以暂时是当时是整个用围篱把它围起来了。对，所以一般居民也没有办法进去。所以其实里面荒废了很久，对吗？对，大概从2000年到2010年，等于10年的时间。对，对周遭的居民来讲，它是一个有一点困扰的地方，因为它不只是这个仓库，它还包含我们刚刚影片可能看到有后面草地的空间。它过去是3栋4层楼高的宿舍。那也跟着闲置10年。对，所以可以想象，就是如果住在隔壁，但是你可以看得到一批老房子这样子荒凉闲置。所以对整个社区来讲都不是很好的状态。那个区域其实对于附近的居民来说等于是不存在。对，他们可能根本不能进去。访谈过一个居民，他甚至说他要去搭捷运的路上，他经过的旁边要用他会很害怕奔跑的。对，对，因为总觉得那里可能会有不安全的事情发生。是是是，对。那后来在2010年的时候，我们台北市政府其实都市更新处当时有一个 URS 计划，对，叫做都市再生前进基地。对，那他们很有意思的是，希望在我们一般的做都市更新之外啊，再找一条路线，就是说我们城市发展可不可以不要只是拆除重建，那有没有一种再生机制，就是在旧有的基础之上，对，我们再发展出新的活力，创造这个空间它新的意义。对，所以他透过这个计划跟中央政府取得了这个仓库3年的经营权的时间，然后他在找民间单位来经营。对对，所以我们基金会是在这样因缘际会之下取得了这个3年的使用权。那当然更新处我觉得他们也还蛮好的，就是在前期做了一些初步的整理，包括3栋宿舍的拆除，然后把后面变成一块绿色的大草地。对，以及前面的广场有做初步的修复，那还有建筑物本体它的门窗的安置等等。那接下来我们基金会在2011年的7月份开始接手之后，我们就进行2个月的整修，那很快速的就把它转身变成一个展演空间，以及设计师可以进驻的创意空间，来面对社会大众。好，当你们把那些废弃的不要的东西运走，然后恢复这个建物它原本的样子的时候，你们自己有觉得很惊讶吗？其他的建物说起来是朴素的，但是蛮有风格的它真的是一个很简朴的状态，但是它拥有仓库的特色。是，比方说它的1楼是抬高大概120公分左右，因为它是要方便货车运货嘛，对，货车的上下货。
以及它有非常多的门，嗯，那就是当初都是铁卷门，是，然后让你可以从不同的闸口去卸货，嗯 嗯，那还有它本身的载重量是很够的，因为它仓库，所以它的梁柱特别的粗壮，非常坚固，对，然后它空间又特别挑高，对，然后窗子又很高，适合当艺术家的那个，就很适合当工作室，对，然后还有做展览使用，没错。所以当我们第一眼看上这个空间，虽然它是废墟的状态，嗯，什么东西都被偷走了啦，那个窗框啊、电线啊都被偷光，可是你隐约感觉在都市当中竟然有这样一个宝藏，嗯，然后没有办法被善用，我们觉得它其实有很大的潜力，嗯，所以又觉得很适合设计师来使用，对，那又刚好它的地点临近双连站附近，嗯，其实距离中山捷运站的那些创意商店非常的近，嗯，那我们认为说台湾一直在现在都谈得很热，在发展，嗯，文创或是文化这些的项目或是设计，嗯，那中山那边我们看到的都是消费端，是，所以可能开店我们可以销售，但是有一些设计师或是创意人他需要的是生产方面的资源，嗯，对，所以像这样的旧的闲置空间，嗯，我们可以在最低成本的改造的状况之下，把它转换，然后再用最低的门槛提供给需要的设计师来进驻，需要的艺术家来使用作为展览，那让他们可以很轻易的去表现他自己，对，所以等于是认为在这个文化跟文创的链接上面，嗯，不但要有消费，我们也要有生产，对，所以中山创意基地在我们的认定上它是可以支援生产这一块的，对，嗯，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其实因为你们进驻的时候并不是把原本的建物打掉重来，你并没有把经费花在那个盖硬体建物上，而是去好好的利用原本现有的建物，压低了非常非常大的程度，压低了你们要进去的成本，所以跟你们跟艺术家进驻的艺术家之间的伙伴关系其实是建立在我真的没有要求你要给我太高的租金，对不对？是，这真的是很关键的一个点。那当时因为是透过 URS 计划去的， URS 的精神就是它不跟你收取租金，嗯，但是你也不能做商业使用，是，对，所以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是是，那也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我们就确立了我们是支援设计师的角色，嗯，而不是说协助他销售，是，我觉得这是两个不同的思维。是是，那既然是没有租金，所以我们也认定这个案子具有很高的公益性，嗯，必须要被发挥，嗯，他就在后巷做了一个悬空的白色的音架系统，嗯，在我们平常的通道的上方，嗯，去加盖了五个私人空间，包括客厅对，厨房啊，神明厅对，然后可能有卧室这样的空间，嗯，但是我们又开放公众来使用，邻居跟参观的人都可以使用，嗯，所以他就是在询问这个公领域跟私领域之间的界限，嗯，我们回过头来好好讲一下什么叫都市果核计划好不好。都市果核计划它就我们基金会的执行已经现在在进行第三部曲了，嗯，就是我们用这个都市当中闲置的空间做短期的运用，嗯，把它借给艺术家或是设计师，让他们可以成为创作的基地，嗯，那但是这个计划大概是比较中期左右的规格，可能两年到三年不等， 对，那它可能会在都市当中的闲置空间发生，嗯，所以它当时第一期是2010年，我们公司利用自己母公司，因为是建设公司，嗯，它有一块基地正打算做这个都市的更新，对，那但是这一批旧公寓它面临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拆除重建，嗯，所以在这个时间空档当中就利用了大概两年的时间可以借给艺术家的团体来进驻使用，嗯，那他们是免费使用的，那个就真的是民宅对不对？对，是民宅，就是4层楼的联动公寓，对，那是大概在哪边？在中华路靠近爱国西路口，嗯，现在还在，其实也是还算蛮精华的地方啊。是啊，他那边非常非常方便，所以艺术家大概想都没想过可以在市中心有一个基地或是办公室，嗯，那当时只是单纯的想法，觉得空间空着，艺术家有需要，嗯，那我们就借给他们，嗯，所以两年他们是免租金的啊，
那等于短时间在那边形成一个艺术的街区，对，然后他们在那里生活，对，而且他们一拿就是一整栋，对，所以他有我们的要求就是一楼要保留展览空间，所以你必须常态性的策展、或是举办讲座跟活动，是，而且是免费给社会大众参与的，对，等于是我免费给你，那你要免费办活动、那对他们是何乐而不为啊、对，其实讲到老旧街区，我们就会想到台北市非常非常困扰大家就是违章建筑，当然这是都市发展里面台北人真的很不得不然的一个不得已，房子住不下了，我就利用楼上的空间盖了很多违章，这些艺术家对违章建筑也有他们自己的诠释，对不对？就在你们那个街区里面发生。对，我觉得很有意思是违章其实是台北最大的特色，对，那很多外国人来第一眼看到注意的都是我们这个空间上的特色，嗯，但事实上违章之所以叫做违章完全是因为我们画了一条法律的界限、那在界限以西的可能叫违章，界限以东的就属于合法建筑，但是这个界限究竟而且还可以就地合法、但这界限为什么要在这里其实是可以讨论的，對，所以我们就在探讨为什么会这么多违章、那是一定是跟我们的人性有关、以及跟我们的习惯是有很大的关系、还有我们的需求，对，所以城中艺术街区它本来就是一个待拆的空间，是，那我们就邀请了策展人阮清月老师，他针对这个违章这件事情来策一个展览、到底违章我们为什么会有、那它还可以怎么样改善我们的生活吗？是我们要改善违章还是违章事实上有改善我们的生活、所以当时策的这个展览很有趣，它利用街区现有的建筑特色，對，邀请两个建筑师参展，對，一个是大陆建筑师王树、那他选择了屋顶，就是看上台北做了很多的顶楼加盖，对，所以他用一个传统的木造构造，嗯，自己发明了一个组装的方式、完全不使用钉子，以及螺丝，这样子彼此相接组起来的一个八角形的长条的顶楼加盖。讲老实话，我看到那个照片啊，我觉得那违章还蛮好看的。对，他其实就是想要问，如果我们要盖顶楼加盖，为什么不盖一个好看一点？是是。那他可以缅怀到我们这个传统的木工艺，然后他又可以挑战到新的结构的架构，然后他又非常有诗意，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问。那尤其现在旁边都是那个时候他旁边就是他是深陷在一片的铁皮屋顶当中，我们都称他是台北是最真的是最嚣张的顶楼加盖，对，那非常有意思。他来问我们，既然顶楼要做，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做得更有文化价值或文人气质？那甚至它有机会被合法化这样子，那我们是不是市容就被改善了？对。那另外一个建筑师是台湾的建筑师谢英俊老师，那他看上的就是我们这些联动公寓它背后后巷的空间，防火巷。对，在它其实是一个逃生空间，但它也还并不是正式的防火巷。是。那他关注的是说，我们每次违章都在往外加建，包括像铁窗或者是阳台，我们把它外推，对，那或者是现在住在一楼，我还是会坐到户外去，对，等于说我们希望公领域多少能被私用，而我家的门口空间我也同意让邻居一起坐着聊天，所以公与私的界限是模糊的。那他就在后巷做了一个悬空的白色的音架系统，在我们平常的通道的上方去加盖了五个私人空间，包括客厅厨房啊，神明厅，对，然后可能有卧室，但是我们又开放公众来使用，邻居跟参观的人都可以使用，所以他就是在询问这个公领域跟私领域之间的界限。那像这样的形态的展览就是在这种旧的街区当中才有机会被呈现，没错。所以你们对于都更或是都市改造你们抱持怎么样的看法呢？就是老旧街区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去对待它？国和的意思是吃剩了不要的东西，也许也就很像我们那些老旧街区，你真的就是要把它拆掉吗？还是你们觉得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去对待它？都市国和这个意义上我们是有做过一个转换、那原先是想象是荒废不要的空间，就像吃水果到最后的果核本来该被丢弃，但是我们利用艺术跟创意的能量让它这个空间可以再度萌发生机，对，原先的想象是这样。不过因为碍于一些现实问题，都市国和计划
城中艺术街区只执行了两年。那中山创意基地虽然它是公部门的土地，但是它也只让我们执行三年，是，所以变成这个并没有完全符合说旧空间再生，而且它能持续这样子的目的。所以后来我们自己觉得这个果核可能指的是创意人，也就是创意人来到这边，他就是一个需要养分的果核。 对，所以借由这个荒废的空间给予他很充足的养分，是他来这里落脚，对，然后他有了发展跟萌芽之后然后再离开，到外面去做有更好的发展，所以这是果核计划的一个转变。那当然我们在执行的时候也会想，我们是一路做一路学习，觉得城市的发展它可能不一定只有拆除重建这一条路，那现在也比较多人会愿意开始思考有别的选择这件事，包括在旧的纹理上面重新整理跟发展。或是你不是只有拆掉它这个策略，对，我可以整理我原有的空间，那或是拉皮整修，或是加装旧公寓加装电梯，那可能就解决了这个长辈他行动不便等等的问题，而他不需要重建或是搬家，他还可以跟他原有的邻居住在一起。那或是像文化事物也是，因为文化我们讲需要被培育，是因为他们比较欠缺资源。那这个资源如果我们一直拿金钱去补贴是不足的，所以他还需要很多其他的资源，而这些闲置的空间很可能都是一些养分。 对，所以在都市的更新面来讲，我们觉得现在比较会讲都市再生，对，也就是再生的策略有哪一些，那其中包括改建，包括整建，那也包括像这样子透过小型的文化活动，在都市的各个角落让它做一些发酵跟改造。其实我们去日本看，你也坦白讲，仔细看他们一般的民宅也未必比我们漂亮，但是很大的关键在于他们把自己家照顾得很好。对，那台湾的话我们比较我家里看不到就可以了，那个杂物我放阳台，管线放外面，管线在外面，对，那下雨他这边发霉没有关系啊，反正我看不见这样，就是，对，那如果你没有把自己的家照顾好，我们要怎么样期待这个市容是干净整齐？其实从城中艺术街区跟中山创意基地，我们都看到一个共通点，就是这个建筑物没有拆掉，但是你也许建筑师进去或是设计师进去，他们其实是透过了保存这个建物然后给它新的生命。你们自己眼中看到的台北市的建物比较好的策略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要希望台北是一个比较漂亮的城市，或是说是一个看起来美一点的城市，我觉得可能分两个面向来讲好了。如果就这个我们的都市更新或再生策略要何去何从，我觉得现在大家讲的很热，比如说青年住宅，或者说像这个住宅供给的问题，我觉得应该要确实的回归到我们台北市民的需求来看待，就是真正的来看待台北市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再去调整住宅的供给问题。那太过于偏颇让商业来掌控这一切的话，就会变成它只是个商品，对，所以你根本也很难控制它能够对城市的发展造成什么积极的意义。对，那如果就我们自己个人能做的事情，当然就是其实我们去日本看，你也对，坦白讲，仔细看他们一般的民宅也未必比我们漂亮，但是很大的关键在于他们把自己家照顾得很好，他们的建物其实还蛮干净，对，就是很干净，当然他们有先天优势，就是空气可能比较清新，对，可是你也可以知道他们对外的事情都是保持得很干净整齐，是，那内外一致，对，那台湾的话我们比较我家里看不到就可以了，那个杂物我放阳台，管线放外面，管线在外面，对，那下雨它这边发霉没有关系啊，反正我看不见这样，就是，对，那如果你没有把自己的家照顾好，我们要怎么样期待这个市容是干净整齐？所以我觉得两方面，一方面当然就是在我们市政府的这个主事者，对，希望可以对我们的居住的愿景是要能够确实回归到人民的需要，对，那二方面来看就是我们自己能做的，就从身边我们把自己的家照顾好，台北市一定很快就会变得很漂亮的。好，都市果核计划最近的计划就是新富市场重新的再出发，80岁，高传奇老师说他今年是80+1岁，
对，这样的算法应该是比较确实一点。对，你觉得果核计划最珍贵的成果是什么呢？我认为果核计划是给了很多人一个新的样本，也就是我们刚刚谈的这个都市它是不是只有拆除重建这件事。那果核计划给大家另外一个新的喘息的空间，就是说它这个旧的房子或许我们不是只能做餐厅使用，或者是不是只能拆除重建，它把文化的事物拉进来，或者是说把艺术家跟创意者放进来，那它所带来的都是很多无形的成果。对，但它存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自己园区之内是非常 有趣的环境，它可能也会影响到周遭，逐渐环境变得更美好，这个是一个很积极的期待。但是如果果核计划它不能持久，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应该是曾经参与过的人，也就是我们刚刚讲说转化的意义之后的那个发芽的果核。对，它在这边取得了很低门槛，让他可以表现自己的机会，这会是他在艺术跟创作生涯上的第一里路，那让他在这边成长之后他就可以发散到其他的地方。 对，所以我认为就是一个是积极面，如果像新富市场是我们的第三计划嘛，那他可以是签约了9年的时间，所以预计当然会希望可以对万华他整体不管观光或者是文化的扎根，都可以做这个串联的效果，然后也希望更多人能够了解万华这个很深厚的文化资产。对，那它会有一个周边效益。对，那另外就是参与过的人，都希望说他们在这边可以成为他们这个事业的第一步。是文创这件事情，其实要有可以创造它的人。才会有文创这件事情，虽然最近文创这个名词非常的火热，我相信你们对文创应该有一番你们独到的见解。我觉得文创这个其实真的要拆开看的，应该对我们来讲，我们还是认为文化归文化，创意经济归创意经济，因为他们的需求是不同的。对，像大家的在这个沸沸扬扬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很少人真正去调查，那不然艺术家你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呢？设计师你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呢？那艺术家也有分初起步或者是成熟型的，他们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对，那设计师也是一样。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些大家在很关注这件事情的时候，当然这个现象是好的，表示我们开始想要了解这件事。可是接下来应该冷静一点，我们好好看，就像我们刚刚讲房子我们要回归市民的需要，是文创也是一样，要回归文化人跟创意人的需要，从这边先做一个普查跟调查，我们才能够知道制定什么样的政策跟方法是符合他们的需要的。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你来跟我们分享果核计划，谢谢你，谢谢，谢谢慧玲，谢谢，谢谢。